吃完。雨量的单位，哎，这个课本没有提到哦，可是要小朋友会哦。来，各位，你们自然课有教过，就是这个池上面的那个最小的那个一格，那个叫 mm， 一公分是 cm， 注意听，注意听，注意听，一公分是 cm， 然后一公分把它分成十等份，一公分分成十等份叫 mm， 这样懂吗？好，所以你下课可以拿尺来看一下哈，最小的那一格叫 mm， 毫米，毫米，所以应该是选 C。